好，不管有没有完成，你都往下走，因为这个地方和下面不冲突。好，PPT，我们今天讲5.3，5.3的目的是让我们学习一下5.3、5.5都学了。将来，期中架构的时候，你可以改成5.5，自己决定。好，我靠，这里面还不一样呢。PP 5.3，我这有5.3吗？看到了吗？我的 everything 不知道什么时候偷着升级了。真是偷着升级的，我都不知道吗？谁？你升的啊？我升的。好烂呀！5.3，我靠，没有。刚才我看见了。哪儿呢？5.3，这个吗？5.23。5.3。啊。对。传承破防。三米阳五米。Mirrors。收服点 com，你们手上应该有的，对，视频里有，你找一下。你们用 everything 肯定能收到，5.3.27。好。CD home old boy tools double get 大家尽量还别下了，因为你们电脑里都有，只不过我现在这电脑没有。你们互相同组的，谁不知道就 QQ 传，在局域网传，在网上下慢。5.3.27，啊，你实在不行，你就5.5也行，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。他俩的配置基本上是一样的，你要有你就跟我一样。你要没有，你今天我允许你跟我有一点不一样。好，然后解压，起。XF 是吧？CD PP 啊，你学习越来越多，你自己就喜欢用极简，就追求这个，这真的是 IT 人员是有洁癖的。我输入字符越少，啊，就越舒服吧。我靠，怎么是 XJ 呢？然后说一下 config，看没有？第一个。安装目录，对，第二个，第二就是，对，动态加载 DISO 的模式，啊，这个我们讲 NGX，大家看到那张图了吧？它是 FAT CGI，但阿帕奇不一样。我稍微讲一下，这地方我可能不细讲了。
阿帕奇，然后 PHP 啊，大概是这样的啊，可能名字不是很准确。这个怎么写了 model？ 这样是吧？好像也不太对呢。美国精神吧。啊，我就简写了啊啊。这个是 PEP， NGX。是 FastCGI 静态和动态之间沟通。对于阿帕奇配合 PEP， 最常见的是用模块的方式。对，就是这个 mod PEP 模块，它是嵌入到阿帕奇的配置文件里的。啊，它是嵌入到阿帕奇的配置文件里的，对吧？那一般来讲就是你要放到了人家 HTTP dconf 里的 PEP， 它是没有进程的，没有进程，这是比较常见的模式啊。当然阿帕奇能不能配合 PEP FastCGI 呢？可以，你也可以那样玩，但是一般来讲 LAMP 它的这么多年都是模块的方式配合。嗯，好，然后这个模块的配合，那模块就得生成模块啊，就得生成模块，生成到阿帕奇里面去，对不对？就靠这个啊，这条是把 PEP 以模块的形式嵌入到阿帕奇里，这条命令实现的。这个是不是指定 PEP 啊指定 MySQL 对不对？那我没装咋办呀？对，我们可以换一下 MySQL ND 啊，你看这咱们今天走的路都是比较特殊的啊。然后我们上节课讲了 PEP 的编译， PEP 的编译参数我没有给大家细讲，其实也没必要讲。然后我刚才发到群里了，找我老师的博客，然后找服务里边有个 PEP 编译参数编译详解，看没有，这里边有很细节的讲解，这个是这个同学写的，谁呀？16期徐布斯同学。徐布斯虽然只有97年，只有19岁，真的很优秀，做事态度非常棒，希望我们班同学不要比他差。我真的觉得九七年还是小屁孩儿，咱们大多数同学应该要想着超过他。好，解压之后我们就编译，但是我们班还有9899的是吧，你们也攒点志气，2000年的估计下期就有了。选第一个，剩下的和阿帕奇，呀呀呀，我们还落点包没装，对，一些接地库。哎，我这里面怎么没有呢？我知道了，是不是以前亚马安装的？好了，先不要编译。你看，他也提示，对不对？我们找到一下 NMP 那个环境，然后把一开始我们当时应该有那个，我记得好像给大家文档了呀。嗯，对，把这些最好全装上，这些全装上。
把他的相关包全给亚姆装上。时间过得快，哦，一抛圆这几个也装上。啊，这是装好的，装上了。然后 ICONV 这个把它装上。ICONV 我不给你们发了啊，群里面有了啊。然后王老板同学自己慢慢去看一下。嗯，比较累是吧？所以外面的，这要手敲的话，是不是？其实能不能完成能，但他很难受。为什么？因为那群里面直接发的，我靠，他手敲。人和人就是怕比，不比都没事儿。我这停了什么的？你们得这样？不可能啊！连不上了。我是不是吃饭满了？我靠，林志杰，我先删掉一个再说。进来，好，这个地方没装完的重装。好，我这个这地方我给大家稍微补充一个命令，同学们 ，ICONV 这是一个命令，对 ，ICONV 这个命令可以转码，有的时候我 Linux 乱码了，我想把它转成中文，看起来不乱码，你可以用这个命令，啊，我仅提这么多，剩下大家自己去谷歌去。ICONV 这个 ICONV 不依赖于刚才那个啊，不依赖于刚才的软件 RPM-QL
算是属于这个软件。PP 安装确实麻烦，亚马安装简单，所以回头你可以直接打包啊，可以打包啊。好，我这个一铺元的我也装好了。然后我们开始编译 PPP 了。刚才好像提示我这个地方没有，我先看一下有没有。我靠，哎，啊，啊，我靠，那我错老半天了。同志们，你都，我都错老半天了。我不说是吧？行，我错倒没事儿，看完全搞错了，都搞衣上去了。我好，我错没事啊，你们别错，我正好等一些不会的，对，等一下没跟上。网络断了吗？没断，我没看，我断了。大家在教室里面那个。注点影响啊，有些东西该别看别看啊。我靠，我给你们展示不了了。我好啊，刚才重来吧。没关系，你们先处理你们的。刚才我说怎么这个亚姆这个库都有了呢？你看我纳闷了，我说怎么都有了呢？我给你打开。装完了，再装那个 LIBSUNV。好事多磨吧。我把这个 PP 文件拿下来吧。好了，LIBS 完事儿，再把这个 EPO 源装上，装几个 EPO 源的 YAM 的一个小软件。我在阿帕奇里面好像有一些没配，就是这几个 MHC 这几个好像下面没有，你发现没有？没有。
咱们可以把动作做一致了。咱们可以选择咱们刚刚讲过的 PP 的安装，啊，把我今天讲那个给替换了。把这两个保留。然后这个等于 SQL ND 啊 PDO 留着吧，然后把这个 enable LPM 去掉，咱不用 FastJS，然后把 LPM user group 去掉，把 enable OP cache 去掉。我这个是改的，换一下。好，有了，然后上传，我靠。对于不会的人，步步是坑。RJ-Y，PGP，哎，没有呢，不是，这360 download。哎，搞错了，好，我重装 PP 啊，刚才装那个机器不对。CD 进去，好，我编译这参数啊，是我最新给你们的。这个同学，伟超同学，你敲的不对啊，这缺 L 啊。看啊，要看啊，多观察啊。我靠，我这又有一个错误，对不对？呀，我 install open sl 杠 dev 那个 open sl 可以不装，一万，好，所以把它拿过来，把之前那个。把之前这个不要了，先留在一边。这个 YAML 包放在上面 ，OpenSSL Dev 是不是严伟超故意没有放这个包啊？我记得好像我们装前有这包啊。啊？不是，我们 YAML 里面没有这包吗？没有。啊，装 NG 是装的，好，重来啊。然后因为这里面包含了我们那几个东西 ，MHC 你看都有。其实你要用不到的话，有些库也不是必须的，不是必须的。咱们就是把通用的装了一下。
同学们，我们没装满接口行吗？可以，因为这个地方，对，指定这个东西就不装，不用装本地，不用装满接口了，因为我们今天也是不连本地。使用此参数，本地可以没有 MySQL 软件包。同学们，如果我本地不需要开数据库，然后我还不想用这个命令，我就想指向那个路径，这样你就把二进制包解压就行了，不要初始化了，好吧？啊，初始化什么启动啊，这都不需要了。要本地不装数据库，还想指定那个路径，你把二进制包解压，然后指定那解压路径就行了，明白吗？嗯。好，哎呀，这是最正确的。啊，注意你的下面还不能多余别的，是不是什么有什么不可用的什么项啊之类的？有的时候不同版本的 PEP 它参数不能同用。嗯，然后 make。啊，这部分内容我也把它发给大家。啊，我下边还有安装 PEP 的，看没有，这儿呢。好，这是我刚才 make 的结果啊，然后 make install。然后 make install 完成，我们的 PEP 就装完了。啊，这地方就是 make install。然后要不要做个 link？ iplicaton PEP 杠 5.3.27 link 到 PHP。前面那好像有斜线啊，然后后边呢没斜线，但是我们要来个测试一下。你要不测试你就不知道能不能用啊。大家发现，哎，我这 PEP 装的真简单，想出错都不出错啊。你看没有，你没发现很多同学上前面一演示哇，就各种问题，然后就卡住了下不去了啊。
好，刚才我找了一下，我们二十六期有文档，二十六期。好，我们再反过来照二十六期看。做完之后，咱们不讲过阿帕奇是模块的方式吗？你看，它生成一个这么一个东西，对，生成一个这么东西。然后这个东西实际上是在配置文件里，它会有，配置文件里面嵌入这么一行。所以大家想一下，等我再配一下，然后你们再想，哈，我们接下来要配置 HTTPD 支持 TP 的。